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大师。OK， 想把我游戏《暗黑破坏神三》向马去。我一定会帮忙找到你叔叔。找莉亚的叔叔。我们得先打开大教堂的大门。明明在。Go。等一下，让我把大门打开。Go go go。我是由凯恩叔叔抚养长大的，放心，他们跟我说他是名伟大的战士，在崔斯特姆被恶魔关心时去世了。哦，那个爆破真的很爽，爆破是要耗，哎，不用，哎，不用耗那个，哎，不用耗这个魂人。快看，这里有黑暗的魔法。黑暗的魔法。我需要史诗。我的知识增长了。智力。这里是钥匙，还有我母亲的日志，里头的内容让人不安。虽然我想多知道一些他的事情，但以后再说。好，以后再说。先救人的事交给我。你还是待在这研究线索吧。谢谢你，艾德利亚之死。前往大教堂 ，Go Go Go！ 好爽哦，这招真的很爽哎，伤害高又不用耗魂人。Go Go Go！超爽！啊！砰！冲啊冲啊！流星就在这底下。看这个，这个还蛮漂亮的。流星陨落。好爽哦，这招！我杀你！哇！对不起，我尽力了。好爽哦，这招，这招真的很爽。我记得用这个吊灯杀人好像会有成就什么的，我没记错的话。我有走错路吗？容不下你，别一直跟我。哦，是我的夫人。哎，他说帮我捡钱是不是？好，不管了，到了。邪恶的爪牙，别过来，别过来！希望地板别垮掉。至心的力量将我唤醒，不久后所有人都会尝到我受到的磨难。卫兵，把他的骨头拆来给我。迪亚凯恩，我来了，凯恩叔叔。迪亚凯恩，我的
留点尸体，等下打打这只。嘿，再给你一发，来来来，过来过来过来。不过这招的缺点是要尸体才能用。每一秒哦，这个 nice， 这只。我是被逼的。我也担心是啊，有密道不早说。我们得谈谈那颗流星的事情，请跟我回新崔斯特姆吧。好，回去。我找到了莉亚的叔叔迪卡凯恩，他遭到骷髅王的追杀，这个怪物挡住了通往陨星的路。我严重怀疑刚刚的动画，只要是选女角都是那个动画，然后声音一模一样，大家不觉得吗？一笑一笑 ，OK， 走吧。任务完成。里奥瑞克生前曾是人人敬爱的君王，可惜他后来被迪亚波罗的邪恶力量给逼疯，死后变成了骷髅王。到了最后，他失去了两个儿子，还有自己的灵魂。现在，他从坟墓里爬了出来，再度侵扰这片大地。我会想到办法让他安息的。击倒他的关键就是他以前的王冠。去找我们的铁匠海德格，他知道王冠的下落。莉亚，我要清除那些征兆。难道你不相信眼前的景象吗？崔斯特姆面临过许多灾难，也都撑过去了。可是古书里的预言呢？萨克兰姆圣典里警告我们陨星的到来，赫拉迪姆卷轴写到了亡灵复生，还有谎言之王的事情。末日预言记载，当万物完结之时，第一个征兆将显现于天国之境。是的，叔叔，我在八岁大的时候，你就不断告诉我书里的内容了。我只是觉得我们不应该太迷信这些。好，我们先去屠牛旅店看一下书。没有新的故事。书。凯恩叔叔回来了，从骷髅王的魔爪中逃出生天，我真是太高兴了。但骷髅王，我以为他只是民间故事罢了，没想到里奥瑞克重返人世，将再次荼毒这片土地。难道崔斯特姆受的苦还不够吗？知道吗？做不到，就在于他们的根本。做不到。哎，现在药水是不是不用买了啊？难怪我觉得很奇怪。我记得以前药水是要买的，现在不用买药水啊。书本没有新书。十点。嘿，靠北。
道尔同威亚汉士兵们奋勇抵抗他们，他们舍命保护我。我不是什么士兵，我以前只是个农夫，我根本就不该跟他们一起出征。我不知道是怎么逃回这里。哇，你还不知道怎么逃回？傻眼。我是自愿帮忙的，因为我觉得这是我该做的事，但我其实不是一块钢铁做的人。是没错，但你还能坚守到现在。哇，你也太老实了。很简单，你生来就是要对付活尸这种怪物的。我呢，我只是个种田的。我只是种田的。这些不祥的事情让我们疲惫不堪，而我最为担心的就是我们的铁匠海德格，他的太太受伤了，而他的职责是看守那些可能会变为亡灵。嗯，这边的活尸就经历过相似的磨难。他的祖父，也就是里奥瑞克王的丞相，就是在20多年前，邪恶首都在崔斯特姆蔓延时被杀害的。哦，哦，这边的活尸就很像因斯鲁的上司一样，就是沃克朗被咬到，就是好像就会变。变活尸了。我大量时间在安凯恩叔叔的周游列地呢，进行他的疯狂研究。他的研究其实没那么疯狂，他相信地狱大军将会入侵我们的世界，带来世界末日。这些年他一直在寻找方法阻止这场末世降临。艾德利亚是怎么样的人？他原本并非崔斯特姆的居民，而且是在动荡不安的那段时期才来的。他前来找寻某样东西，但我不确定是什么。他让我想起凯恩叔叔，满脑子都是天使与恶魔之间的战争。OK， 我是赫拉迪姆的最后一员，但我并非一次不太可能。第一波征兆出现。好了，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。字看得到就可以了，就不等他练完了。你和莉亚彼此相依为命。如果我当初没有抚养他，跟我的爸爸，虽然他也见好 OK 末日预言。我的祖先杰瑞德凯恩遗留这个预言，是由许这个预言目前所崔斯特姆的国王当年发生了什么事情？里奥瑞克曾经努力抵抗暗黑破坏神，于是他变成了骷髅王。他最后还是臣服于他生前抵抗的恐惧之王，在大教堂。哦，恐惧之王。是许多冒险者曾试图消灭骷髅王，但是都失败了。最后终。哦，你要。了解了解，六人了。我在上次挖矿时发现了几样有趣的东西，你应该看看。我不要。在先祖的庇护下。嗯，哦，他走了。好了，我们这集到这结束。那喜欢我们频道的话，欢迎到我左下角的图片按个订阅，欢迎到我左下的小红色小方按个订阅。喜欢我们频道，也欢迎到粉丝按个赞，也追踪追踪，谢谢大家，这集收看了，谢谢，拜拜。